好香。那因为这个前一个使用的往生菩萨已经离开了，那我们在接下来要有往生菩萨新的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前置的一个布置跟打扫的部分。清扫就是清洁，对，就是有点消毒啊或干嘛，就像病床一样，对，就大家走了要打扫这种道理。对，就是有一些虽然会馆这边也会做打扫，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慎重的部分，我们也会亲自来这里做一个巡视打扫，把它想象成旅馆饭店，嗯，对，那种道理。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他们是随时随地都会有状况，因为本来还有安排另外一个威灵要跟我们一起，是，但他也是因为临时就是有一些状况要处理，所以现在就只剩小林一个。对，我们就是一个人数会越来越少的团体。对，真的，因为这个是蛮临时的。是，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会馆的部分。好，那会馆的部分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离开之后，我们会到这边来做一个所谓的战力排位，就是一个暂时，简单讲就是一个暂时的居住所的部分，安灵。对，安灵的部分。那现在就是带两位来体验一下说安灵前要准备的东西跟准备的事项的部分。好，没问题。好。这是一个。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安灵的一个包厢。那因为这个前一个使用的往生菩萨已经离开了，那我们在接下来要有往生菩萨新的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前置的一个布置跟打扫的部分。清扫就是清洁，对，就是有点消毒啊或干嘛，就像病床一样。对，就大家走了要打扫这种道理。对，就是有一些虽然会馆这边也会做打扫，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慎重的部分，我们也会亲自来这里做一个巡视打扫，把它想象成旅馆饭店，对，那种道理，对不对？对对对，就是、要打扫干净，给下一个客人使用。好，而且刚刚是外面有家属在纠纷，对，这个是难免的，就可能他们是在吵什么？多半都是为了钱财的部分。真的，这种事情就是你们看很多人情冷暖。对，那但我们的角色也是尽量能够安抚好。没有，你们的角色是之后要写清楚。就是当你做这个已经知道自己体验了，就是就会做好一些准备，对不对？对对对，就会做有一个准备。好，那我们要开始打扫了。所以这个灯会关的吗？这个灯如果不会关，这个灯24小时二十四小时也不会关。如果有排位进来到这边的话，就是都不会关灯。哦，对，晚上都不会关灯。这个要干嘛？洗手吗？这个的话就是在传统来讲的是说，让我们的亲人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换洗。哦，这样放一条毛巾。对，放一条毛巾。可能要一直守在这边。对，放一条毛巾，然后牙膏、牙杯，然后跟。我们往生亲人的一套衣物，这是给往生者的，是给往生，是给往生者的，不是给活人的。他刚刚说，大家来就可以刷牙齿。没有，不是，这不是给活人的，是给往生者，这是给往生者。因为小时候好像会放在桌下那一盆，然后换条毛巾挂在外面，盥洗用品。对对对，希望干干净净的，让他可以打扮净身这样子。